保留。看。最近随着《锦绣未央》这部大戏的开播，罗晋和唐嫣这两位情侣的关系又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。实话实说，这两个人其实都已经相识好多年了，而且都已经年过三十，早就应该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了，奈何两个人就是一副打死了也不松口的态度，让广大吃瓜群众相当无奈。你说都是人尽皆知的事实，你俩就承认了呗。但是虽然在公公面前双方是一副若即若离的样子，但是在私底下拍戏环节则是彻底放开了，特别是吻戏的桥段，真的都能把单身狗虐得死去活来的。就比如这场甜掉牙的吻戏，两个人居然一个姿势亲了足足20秒，这是要拿吻戏的大赛冠军吗？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而在另一场吻戏当中，罗晋更是直接亲了唐嫣2次，不过亲完之后罗晋竟然不满意，嫌弃自己亲的猥琐，非要再来一次，结果连拍了2场吻戏的唐嫣估计嘴皮子都快给亲破了，直接拒绝了罗晋的提议。我觉得你两位都发展成这样了，还是赶紧结婚了吧。不要你怎么样了？你跟我一起为了我们的将来努力好不好？好嘞。据悉《锦绣未央》是李慧珠执导的古装剧，由唐嫣、罗晋、吴建豪、毛晓彤、李心爱领衔主演。该剧改编自秦简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亡国公主馨儿在遭逢国婆家亡的变故之后，阴错阳差成了李未央，回到尚书府与仇敌斗智斗勇的故事。好嘞。土豆娱乐，这样真的好吗？整理报道。